快逃快逃快逃！不，被看到啦！他看到了。看到了那个猫逗猫棒还在那边玩，真是垃圾逗猫棒。我的天！这个要挡四下哎、欸，我不这么转身。我自己带回关，谢谢。来去。哦，死嘞！我散弹刚好打完，直接开个龙。对啊，你子弹好多、哦，散弹的子弹很多啊，可以一直回。刚好打完，那打完没打完？啊，冬雨安安，想起来名字了。有没有？有。什么？我好厉害！我伤害输了三倍。他说你好厉害哦，伤害可以输三倍。哇，对啊，你四万二，我一万六，哎。还行啊，还行、啊。我是主输出嘛。干，我要换掉武器了。不补了。要死一起死，要打一起打。调、欸、查藤标记。一张而已，真老穷。不给多一点、啊、主要是转身衣装改棒。哦，你们打完那个转身衣装改啊？一百五啊。哦。你一百五了没？我没有，还剩六等。哦。我想说，啊，一百五了。可以插珠子喽。你们会插什么啊？攻击珠啊。他只有一等痛啊，我一定是在攻击。止血，通通。你可以塞收刀珠啊，收刀珠也不错。我去拿我的口宣品。哦回来了，那么快丢？没有拿东西而已。在我们要梦想吗？你要梦想还是计划？梦想是哪一个？计划是哪一个？我怎么突然搞不清？计划不是你说的是要探那个调、啊、查还是探索的？哦，调查、啊、就是那个全部每啊，梦想是英雄王硬币啊。啊，那看起来梦想好像好一点。对啊。好了，该来进行调查内容。
我看一下我的哦，是只要星星没有满的都不算吗？星星？什么星星？你不然你是说什么调查那个的？调查就是 Max 啊，像以前的大凶才烧鸟那个就是九等啊，你要调查到九等啊。哦，那像新的龙是四等啊。嗯。萤火龙、金火龙是四等，然后以前，怎么讲？以前的那个古龙就是是七等，黑角龙啊、灭尽、黑角龙、阎王龙、钢龙这种就是到七等。啊，他只要到三等就好了。什么三等？你是说星星三颗吗？那四颗？四颗？什么星星？就 L V 四吗？我听不懂你的星星，不然你哪里有星星？调查、啊。你看我的台吗？我现在在看啊，还是你不能看？就是你去找学者吗？还是不用找学者？不是啊，我没有要找学，我没有找学者、啊。是直接打开书看是不是？打开书看就好了，看一下。大型魔物、啊、哦，一样啊，对啊。哦，好，请开始说你的哪个没有。啊，你的都满了是不是？我快了。那先快你的啊，你的还有哪個？鲤鱼龙。鲤鱼龙，鲤鱼龙还要满，可以啊，鲤鱼龙。不然不要打，我们都没有的、啊。浮空。浮空，对。浮空八。我的也是八，大熊二也八。我看一下哦，我只看一个而已。悟空大凶二九，哦，那你满。我再是岩贼，五而已。我的岩贼六，少你一点。然后萤火也六，萤火六，萤火跟岩贼到七等就可以了，所以应该快。龙岩龙，是。我的五，然后钢龙六，七。哦，那我。还有最后一个是黑红，我就剩黑红了。黑红在哪里？我没有黑红。最后一页。哦，是吗？你也是吗？对啊。嗯。三而已。那你要先升 max 吗？还是你要先打英雄网？都可以啊，我随意啊。要不然打英雄网啊。Max 还可以自己打英雄王，没人陪我打，很痛苦。有啊，你看一下 Nice， 对不对？看一下猫子记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很缺。大家都很缺。也都是不好意思一个人打。锻炼小屋集会区。不好意思，这是鸡排子弹的声音。王八蛋！这是在吃鸡排的声音。靠腰。就是我接了要打刘展龙的声音啊！哦，是指白痴。哦，不是英雄王，是帮你打你要的调查船票啊，硬币啊。英雄王也要啊。啊，感谢。一路打下来，黑带啊，那个硬币啊，然后英雄王啊。哦。我黑带只有两个啊，我要八个、啊。要打什么的硬币？到处打。他什么都要。对，我什么都要。贪心的猎人做到极致。没错。身为一个猎人，就是要贪。我是贪婪之岛。每天在贪岛。哦。昨天这一段没开台，真的很哭啊！还好吧，明天。我昨天一直骑，一直控，你忘了？对，一直骑，一直控那个。
你可以现在开，我们再打一次浮面给他们看、啊。这也可以啊。狐妖的浮面。哎、欸，我这是跟谁？我是好像自己打哎、欸，还是跟你打、啊？真的假的？忘了。我也忘了。不要再玩什么垃圾双手剑了。那个双手剑真的快疯了。哎、欸，还有副观察用具耶，不都会有吗？那不是已经必备的？我现在才发现。骑成了，他刀子劈下来瞬间，我骑上去、欸，哎，好恐怖哦、喔！好快哦、喔！应该这样解释好了，他刀子劈下来的瞬间，我粘在他的刀子上。你粘在他的刀子上，是不是？对。他已经。我深深的烙印在他的刀子里面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提升。没有哎、欸。哦呦，弹刀弹刀弹刀。哎、欸，好容易弹哦、喔，我也弹了哎、欸。他的尾巴、啊。提升。啊！提升。没有，我的妈！哇！我以为你要去撞墙，没想到你是软他的头。我是确实是软，不软我很难打。骑车？没有，我玩超龙棍干嘛？这么难骑？他不是昨天的浮棉呐、啊！啊！哎、欸，我的右上角提示是叫我吃鸡排、欸。啊，我啦！你那个提示给我关掉、哦。它显示左键使用吃鸡排。哭哦！啊，掉了，你看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他不允许你吃啊。剑诀。兜哥，他干嘛？摇尾巴。摇尾巴、欸。我想说话、欸。那虫飞太慢了吧，妈、啊！你可以问一下奈斯怎么办？我吸到。我吸到他的刀锋最尖端，有没有奖励啊？没关系啊，通常这时候死的都是会死，我不是你。到底要不要让我抓？到底要不要让我抓？抓两次都没抓中。
可以了吧？哇，起来的好快！兽龙啊！有没有小鹿乱撞一下？哎，又出现了！他叫我单手拿鸡排。他叫你送我一份鸡排啊！手机快没电了，静拜拜，感谢静。换手机要换那个电力够的手机才能看我的台。哎呦！我跟你讲个坏消息。嗯。他血量还有40%。多。这个消息会不会太残酷一点？有一点。好，我控制他。对啊。他发现要先打补了。对啊。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刚好间切。哦，没事没事。哦。哇，三灯了！要转转什么？驯龙小金要打吗？驯龙小金，他死了。打！等一下，我们还有30%。你在哪里的任务？巨魔基地。哦，可以啊。不可以，他好像会，好像会跑掉哦。会。打。这样要退出吗？不用啊，30%，小金而已。嗯，巨龙是哪只？哦，黑色那只。那巨龙是哪只？怎样？哦，不顺吗？哦，是。后面还不顺吗？当秋天。我、哦、这个一跳，我会被甩下来，然后让他死好了。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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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倒了、哇，没灯了！
啊，糟糕，金龙要跑了。很正常啦。4%，500滴血了。啊！看，好硬。哟！谁啦？谁突然开麦讲了这种话？都不乖。冲冲咬他！听说我这一招，冲冲加油！冲冲咬他，咬他，啄他，啄他，冲冲啄他，28，咬他，啄他，啄他。冲冲啄死了吗？我不知道，他我的冲冲啄了100多滴血吧，最后。好猛！哎，博屁啊！我要他干嘛？突然想到。对啊。比较大，好久，7分半，我们打了11分钟。那再告诉你一个消息，我的斩龙硬币只有2个，还有1个。嗯。来不及打死啊！怎样啊？脚掉了，该换武器了啦！不可以执着于大剑。没有，刚刚我在打其他的，然后等我看到的时候，他已经是小金了。但是我在打力战取火龙，然后他突然插一脚进来，然后就顺便看了一下，旁边写个小金。离开了哦，离开了哦，这么硬是不是？玻璃心碎了，我要吃鸡排了哦。要怎样？你好像很会呢，try try看。
完了，再先撞下去我就要死，好死。爽的就是大家踢下去不怎么痛，也走了，好不容易上红刃，我的天！叮！哎，好贵哦，飞翔爪。我试了江江说的那个发射飞翔爪，结果不能让它倒，只能变成飞翔爪攻击。那这样意义何在？然后那就跟我之前讲的一样啊，我就说不能用飞翔爪那个的啊。好烂。打、啊、完了，一个转头，你看他走就被磨到了，敢不敢让我多割一次啊？这场还没多割过啊！我在干嘛？我好烂。
我拿青炉是比较好一点，然后拿青炉就说我的火好烂，我在干嘛、啊？我拿黑道是不是好一点？感觉青炉火比较好，青炉那个太烂。该拿大剑了、啊。哭啊！你只会大剑，还会什么重弩？哎、欸，你会重弩吗？会啊。啊，大剑我也会啊。大剑就很简单了、啊。对啊。其实都有玩过，只是全部都还在世界的那种，今年的还没有用别的武器过。我想说，撞那么多下，我怎么还没晕？我真的是很强。没事没事，好消息，2000滴血了。哎、欸，他直接把我冻下来，为好，我以为会撞到，我想到那么远。完了，我不到300。没有，没有，完全没到，他完全没摸到我，我好难过。我说我躲过了。啊！这一场时间过了11分钟。我终于成功进切到一个东西，恭喜！哎、欸，哦死！我想我在上面抓到一半，他怎么滚下来？好难玩啊！曾经跟刚刚差不多。觉得我这场空屁蛮多的，没事啊，我知道我间切失败几次啊，我的三段一直被剪了，啊，有一个黑带、欸，好好。
怎样？两只残爪的那个任务我会玩的武器，只有弓箭。你都会玩不是吗？就是玩的比较熟的、啊，而且弓箭我也会玩的很好。是 HGT 耶、欸，我很雷的。好、哦，再见。对啊。都不会玩。你有骗手、啊？骗手还好吧，骗手不强。你那个骗手很溜的。嗯，塞溜啦。我就溜给你看。我觉得用弓箭还打比较痛、欸。怎么讲？他的弓箭技能也太雷了吧！我天哪、啊！水属性攻击强化六，不是啊啊！他的斩击斧是雷属攻击，可是他有一个无属性攻击强化，到底是怎样？在跟我开玩笑是不是？他很认真哎。这个麻痹小刀塞毒珠的意思差不多啊。龙拉小啦，你会见哦。你看看曾经的我，造就现在的我。可以可以可以。你不好好感激我，只会亏。你干嘛、啊？不能吃饭啊？新来的。哭啊！